这个吃下去，保证让你吃不完，兜着走。哎，又没水了，好懒得装哦，排队都要排好久。你可以去北洞二楼的饮水机装，那里人比较少。好了。我是大帅哥。喂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要吓死人啊！快快快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看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快来！我这里有个药丸，你把它加在水里面，我给你5000块，要吗？好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节目，所以到底是要把药加进去还是不要加呢？可以由你来决定。好，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场的票数呢，已经慢慢的在增加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上网投票的话呢，赶快上网下载大溪 APP， 你就可以进行投票喽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投票时间呢，剩下3秒钟，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好，那可以看到我们票数呢是不加的，是比较多的。好，所以故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吗？你先送我吃一颗，等我上瘾之后，我要花钱跟你买。再见。都跟你讲就饱了，大家同学一场，我有可能会害你吗？差一点成功了，你要吃吗？